是全民小班的蔡雨晴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红帽。从前从前有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小红帽。有一天小红帽的娃奶奶生病了，小红帽想去看她。小红帽的妈妈说，你不可以跟陌生人讲。小红帽今天早上出门了，他在草丛里遇到一个大野狼。大野狼问小红帽你要去哪里。小红帽说，我的外婆生病了，我要去看她。小红帽却摘一点花送给奶奶。然后大野狼就假装是小红帽，他就说，奶奶，我是小红帽，我来看你了。然后奶奶说，他没有说，你自己进来。大野狼那天一口就把奶奶吃掉了。小红帽摘好花要去奶奶家的时候，那大野狼就说，他没有说，你自己进去。小红帽进去一口就被大野狼吃掉了。大野狼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有一个猎人经过，他先把大野狼的肚子剪开，然后呢，小红帽在里面放一些石头。大野狼起床，他们就赶快躲起来。大野狼起床想去喝水的时候，他的肚子里，因为他的肚子很重，他就不小心掉到海里，然后就被海淹死了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